国语有声善书。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善书，文恒圣地功过律，主祝仙佛为五教圣人。南天功过总司主尊驾。诗曰：善恶两途相对照，吉凶祸福皆难料，果能堪破是非门，道理迢迢成奥妙。圣是玉皇慈悲，欲度世人同生道境，永享万世逍遥之乐，特将功过律此部圣书颁布之，祭期遵循善律，并除恶归，精进道途而成仙成佛成圣。吾今夜特将颁布善恶生神降恶等级分数之。善恶生神降恶等级，等级善恶等级，善纲律分五级，即德、善、功、德、道。十德为一善，百善为一功，百功为一德，百德为一道。恶挑律分五级，即失、过、罪、恶、行。十失为一过，百过为一罪，百罪为一恶，百恶为一行。善恶两分，功过可抵，即善即恶，即刻分处。善恶律条全类分明，同功再造，功将倍加；同恶再犯，罪加一等。功可积累，过莫成叠。日神监察，夜神明示，劝尔离树遵循律条，宜明宜慎，勤修勤德。生神等级：一、五道功以上，生力为下界神奇；二、十五道功以上，生力为中界神奇；三、二十道功以上，生力为上界神奇；四、百道功以上，正果理天，医院可成仙成圣成佛，超脱轮回。降恶挑律：一、人功过总结，恶者魂降阴司，按阴律处刑。大成至圣先师孔驾。诗曰：功过相形立举灯，观其善恶作归绳。是非不爽为心造，果报分明有二层。第十一章：全德果报。上等之人，进退能辨是非，行为能辨邪正，处事能知好坏，行止能端其身，家庭敦伦理，其心能达之命事业。善人者，贵在能有恒行善，进退能辨是非，见履能辨邪正，善之始也。其人能修德，功善于社会，知己身而达天命，善之终也。神人同境，善之报有其轻重大小之分，果报亦复如此。一身善者，报及一身；全家同善，报及全家。如善能及国家社会者，报助先及；如善能及万事不朽者，报助先及加一等，并增福禄寿考，子孙绵延报。功德等级：一、施济功德，平常施济百元记忆功，因人施济、因劝施济200元记忆功，因求告再施济者300元记忆功，因再三求告再施济者500元记忆功，因偶尔施济者100元记忆功，己身贫乏艰难而施济者100元计时功，己身贫困仗义施济者100元计时功。如因他人贫困施济，逼追或因重利高贷，且因逼追又使他人陷于困境，念其施济初心，万元计五功，复计其50过。劝人资助，劝他人之事者，己身虽不出资，以他人出资之数助之，100元计一功。他人不愿出资，尽力相劝者，1元计一功。以上富者，以上数计之；贫者，以上所助加3倍。二、捐印善书功德，每捐印100元计一功。每捐印1000元，按100元累之，并加计五功；每捐印1万元以上者，按前2项累计之，并增计50功。另善书流传之功德，书在一日，功在一日，由合资捐印者分续其功。又因捐印之善书能度化他人向善，甚至成道者，亦由捐印者共分续其功。在捐印经书功德，除比照前项计之外，诵念者所得之功，分计其功1/10与捐印者。三、造桥铺路功德，每捐助100元记忆功，1000元、1万元捐助按等次计功。独资捐助完成，并尽己身全力完功者，按其利于人行功之长短累计其功，最上者可助先级。四、捐建庙宇，每100元记忆功，1000元、1万元按比例累计之。另捐建庙宇之功，除按前项计功外，每1000元可得一福报，每1万元可赐一福愿，且积累之功达一道功，以功名报。又塑造仙佛金身，其功德比照捐建庙宇之功1/3计之。在庙在一日，功在一日，金身塑造之功一同。五、参助鸾物功德分级，不论实地，每参赞一次记一功。参助善书，每完成一步，视其轻重分别发布祭功之大小。
临时因缘参助者每次即二功，鸾堂之鸾生有别于前项祭功之等级，鸾生参助善书完功不退者功加一等，鸾生参助完功但因间断怠惰者功同前项祭之。如又因己身心志欠坚定，鸾期不到，游手好闲，不思上进者，每缺一次即无过。另鸾堂之鸾生因系经典善书完成之主缘，其流传之功与捐印者有益，增以二倍之功。且其因流传度化他人向善，或助他人因而成道者，功益加倍。以上乃先举功德等级之要则，每积百功益德，增寿六月，增禄三月。如所积之功达一道功者，增寿一年，增禄半年；累积之功达二道功者，增寿半纪，增禄三年；功达三道功者，增寿一纪，增禄半纪。功在三道功以上者，寿禄比例同三道功，增以子孙贤孝，一门伐月报。所积之功须先与宿世业障或祖人前迁对峙，功过抵消后，方能以福报之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